还会来帮忙来供养这个贡献这个庙的建设，那表示这个地方以前很多那个，等日据时代这条街两边哦，很多人哦也赚钱了，那他们赚钱就会拿钱，这条街你注意看哦，昭和十三年，昭和家族是不是民国27年？对，这个还没被毁掉，还不错。以前那个国民党来的时候，都会把这些日本的年号全部磨掉，像那个阳明山第一水源啊，那个也被磨掉。所以这个昭和十三年、27年，国民党的政府还没来，那时候就是运用在地的资源来改建这个庙，很精彩。其实金甲哦，就像塞金甲这破钱，你问那神社哦，外面都有两只那个神兽，印度教传过来。因为它跟我们中国的形式不一样，这叫破拳，那个全字旁跟白字啊，所以人家说这个像那个北京的那个拳师狗一样，它不像我们传统的师傅，你可以有时候去日本学习。来，我们在这边啊，再一次给柯老师一个掌声，因为我们想要研究这个东西啊。好。